这位居士大概是从纽约来的啊。他说，在悟道法师领导下，啊，纽约的净宗学会将成立3周年，可否恭请老法师到纽约为信徒们传授三皈五戒？这个如果单单为传授三皈五戒，跑一趟纽约，我觉得没有这个必要啊。这个，传授三皈五戒，这个是，任何一个出家人都可以做的，啊，不要执着，啊，最重要的呢，是要把三皈五戒讲清楚、讲明白，啊，那么这一点。我们已经做了，好像有3、4个这个录像带，啊，现在大概已经做成光碟，诸位带回去，带回去多听，啊，在举行仪式呢，任何法师都可以，啊，最重要的是懂得，啊，这个三皈，啊，皈是什么意思？依是什么意思？啊，怎样皈依才如法？我们讲得很清楚、很明白，这就好。啊，所谓师父临进门呢，修行在个人。啊，这一点很重要，不要执着某一个人。啊，任何法师在我们心目当中都是平等的。